关于到船的右侧排头，看到半空中，这里的叶子呢非常的大，然后叶子跟叶子当中，你注意看会有一个褐色的棍子会伸出来，这是它的气根。红树林的土壤里面呢，因为它氧气较少，这些植物呢就必须为了要吸过多的氧气，就发展出这种特殊的根系。 气根从空中长出来之后呢，它会在分叉到达水面呢，就变成它的脚。我们在地呢，就把这植物跟着我看呢，来眼睛来看一下左手边，就像这个样子。是气根在空中到达水面，就要深深的树下面跟水土沟通。哎呀，这个好像竹签笋一样这样子冒出土壤里面出来的。 这个也是气根，那这一颗呢？哦，它才会被误认为是水鸡仔哦，这个叫做海嘎嘎，哦，你看它右侧也有，哦，这叫海高炮。那事实上，目前台湾的红树林里面，海茄都是数量最多的，啊，数量最少的呢，就是在这哪几年我们有一个树林哈，所以说在我们这个地方。 进入到绿色隧道里面，它是两侧的投手收紧的，能不能投进去啊？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呢叫做两地场，各位的投资，哦，这个是要留住哦，不要随便投，不然掉下去就不见了。好，第三件事最重要的就是不能站太高，好。所以说在这里就把证明的景象呈现给各位好朋友。 前面就往前拍，中间的微微站起来，后面的呢就请你往后拍哦，因为这里的数字很低啊，注意各位的安全，我就不再说话。哦，两侧的嘉宾呢，要稍微注意一下。如果感情比较好的，就把它拉一把；如果感情不好，就随他去打。 这时候，后面的嘉宾准备可以往后拍了。对。 趁我们要等前面那艘船过来之前呢，颜色来，左侧的嘉宾可以跟他挥个手。哎呦，你们哦，五个都是帅哥美女哦。我没来吃饭啊。左侧是老爷，一个弧度，跟他一个倒影，两个合起来。好，这是对我们的练习，就是就在这里哦。就用我们的眼光来看一下哦。好，我觉得你们在。好，我们团长准备在这边打横。 让各位呢前后都可以拍照哦，时间呢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哦，要拍照的可以趁现在哦，可以站起来了，可以站起来自由活动了，要拍照的赶快哦。嗯下，来站起来。然后拍天使之吻的，哎，这个角度。等一下。我就对照着中间我那个白色的，把左那个定位下去拍就行。 小心你的头。我小心吧，那中间有树枝啊。那各位嘉宾，从这边走到这里，这一条叫做竹筏港溪，距离现在大概有100多年前，由当时台南府所的3家公司啊，叫做南交、北交和糖交，他们为了要使货物能够从 中国大陆顺利的送到市区，因为台江内海已经预设船只无法航行，他们就请了非常多的原住民啊、闽南人啊，就从现在的青浦西湖一路向南开挖，经过了我们大洲庙这边，一直到了台南市的古寮港，也就是现在那个海岸路地下道哦，海岸路地下停车场那附近哈。所以说呢，整个航道长度呢，大概约12.3公里。 这么长的路段全部都是用人工挖出来的，所以说这个地方呢，哦，也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条用人工开凿的哈，是在文献里面有记载，它就叫做竹筏港溪。那因为这是人工挖的，就怎样呢？有蛇哈，你们看一下你们的左手边，听好了，啊，这边有一盘红色的砖块。 砖块上面有呢，有5个字呢，叫做离金。没有，就是金。这个离金是做什么？就是当时。不用担心，那个我们地方呢，曾经发现到很多种蛇，最毒的有那个离金蛇，你都还看过哦。 那这里面，来弟弟小动一下，我应该不会挡。这里面呢，绿色隧道里面大部有2种植物，就是你从左边看到的这个海嘎当，它的特色是下面的棒状呼吸根，有什么原因有？另外一种就是黑色的树干，这一种就是南翼。短短的几百公尺，要孕育成这样子，却是必须经历过时间的酝酿哈。 收这条，100万年前，使用不到50年，荒废到一直到现在哈、才被人家发现到。那这里也是荣幸呢，被网络流传台湾的36个秘境之一哈。可惜台湾如果有啥人来收藏，一定太出一点点哈。我们台南就是家，那阿里山那边的最近呢，就在忘忧森林哈。 好，如果你们有手机相机的，在船头的部分有一张相机过来了，可以把它拍起来。拍起来之后呢，回去用电脑前面这个人换成你的家人。做绿色隧道了哦，现在电脑方便哦，他们也是这样子做哦。那因为有船只交汇，两边的头手脚是。 手，嗨，招呼哈，你看看，每一次都学招潮蟹了哈，我们也来学习一下吧。嗨，大家好。招潮蟹是这样子的，它不是这样子。好，来，船头的地方往正上方看上去，鸟缸飞出去。来看一下你们右侧那一只，来你们看一下右手边3点钟数字那边有一只毛黑。 然后右手边最右边这个波浪旁边，这个就是他的家。哦，这样。很好，这个很好，加大。拍到。这只只鸟呢就是喜鹊哈。刚刚我们这个大哥跟我分享一个 K 叫，啊，为什么要叫做 K 叫？用字面的翻译就是客人带过来的鸟，上面是客人，不是客家人哦。是在清朝的时候呢，那个时候叫做三尼官鲁尼莫，清朝的官员从中国大陆，这个不是台湾原有种。 哦，但是在根据呢一些专家学者所讲，它是在从清朝的时候，中国大陆带到我们台湾来。因为三尼瓜、冷尼莫，他们的肚子饱饱了，这种鸟呢就把它留在这个地方。哦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台湾人呢比较什么？比较仁慈，对，叫做客人，客人去所带来鸟啊，所以我们叫做客鸟。哦，大哥啊，你知影我们这边叫做客鸟的，人客，人要炸兔。 只个鸟啊，把它跟着配叫，好，这是一波。